今年4月份，生活在贵州梵净山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黔金丝猴小梵顺利诞生下一只雌性幼崽，这也是2018年以来该中心成功繁育的第三只黔金丝猴宝宝。现在这只猴宝宝已经满月了，在救护中心，猴宝宝依偎在妈妈怀里，正享受着日光浴。黔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分布在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目前人工饲养的黔金丝猴数量极少，除梵净山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有6只外，仅北京动物园有5只。